今天是什么节日？哦，这边的话，现在是一个七夕节啊。Like, do you know what festival is today? And today is Chinese Valentine's Day. 去看那边的那个。好 ，Go go go. 没放炮。 现在的话是一个唐制的婚礼，唐式婚礼像一般礼者会开头致辞，礼者致辞完之后会邀请新婿上场。